来都会有这个，都会有补货吗？还是？要蹭一下这只吗？可是它胃里。之所以这么吸引人，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可爱。嗯，那料理方式其实我们用最简单的清蒸的方式来做，那也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地方。很像螃蟹，跌倒了。外面的肉长这样，外面那种蟹肉，然后那个是它的。